好，走了。阿叔好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再见。那边，过来。哦，小心。我已经走了。因为像上次我知道你知道了，然后我去你说要迟到一点，我已经十一点多，他说他说今晚然后打算接下来去三个多一个小时，他说发大号，我是牛奶阿妹，我你替我发出一个小心呢，他们跑到那边去了。